短暂相识就盲目结婚，容易给自己带来伤害。一个案例中，男人婚前被未婚妻骗走三十万；另一个案例中，女人不听家人劝告闪婚，最终竟闹得家破人亡。追求真爱没有错，可是又该如何擦亮双眼，认清爱情陷阱？闪婚遇骗子，即将。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法律讲堂》。俗话说“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”，其实，在现代社会，婚姻呢、啊，对于男性和女性的重要性是一样的。如果只凭一时的激情去选择结婚的对象，而不认清它的本质，那么不论男女，都将因为盲目的婚姻选择而自食恶果。那么，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案例呢？ 是由于选择不慎重而自食恶果的一个经典的故事。南方某城市的一间公寓里啊，遍地都是酒瓶和烟头，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倒在沙发里。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只听门外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：“儿子，儿子，快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赶紧开。” 而这个男人听了呢，却只是翻个身根本不为所动。最后呢，还是门外的人威胁：“再不开门就报警了。”这个男人呐、啊，才万般无奈，懒洋洋的起身把门打开了。这一进门，屋子里的气味啊，就把中年女子呛的是直咳嗽。她呢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手呢直往男人背上抽。不就是个女人吗？你看你这副要死要活的鬼样 没想到啊，男人哭了起来，异常痛苦地说：“说妈，你说徐峥到底在哪儿啊？”看着儿子一副不争气的样子，这位妈妈又心疼又气愤。她一边安慰儿子，一边对徐峥破口大骂，说他就是个狐狸精，儿子是鬼迷了心窍才会对他这么死心塌地。那么，这个消失了的徐峥到底是何方神圣呢、啊？ 这个男人的名字啊，叫高宇，今年呢二十八岁，是一家上市公司的一个部门经理。本来呢是年轻有为，前途光明，因为工作呢比较繁忙，一直呢也没有谈对象。直到徐真的出现，才拨动了高宇心中隐秘的那根琴弦徐真呢是一名瑜伽教练，良好的气质和身材一下就吸引了高宇。 再加上呢，性格也是活泼开朗、见识广博，无论是天文地理啊，还是商业经济啊，他都能和高宇聊到一块儿。恋爱之后啊，高宇对徐珍呢、啊、更是百依百顺，非常的温柔。在和徐峥的交往过程当中，高宇得知徐峥呢来自单亲家庭，父亲早逝，他和母亲呢相依为命。 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，离开了家乡的那个小县城。他在大城市工作时间比较长。徐真的家庭背景和坚强的性格让高宇啊既心疼又佩服。他呢就向徐真保证，自己呢不会让徐真再吃一点苦。从那以后，高宇啊隔三差五的就送徐真各种各样的礼物。 并且呢，大大方方的给徐峥交了房租啊、水电费啊等等的费用，可是徐峥呢，却坚持要把这些钱还给高宇。他非常严肃地说：“我和你在一起不是图你的钱，你这不是在贬低我吗？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？”两个人如胶似漆地过了大半年。高宇呢，在徐峥生日的时候啊，给徐峥办了一场非常浪漫的生日宴会，并且呢。 当场向徐峥求婚，可是这个时候呢，徐峥却迟疑了，他为难地说：“说我们家的情况你也清楚，我结婚肯定呢是要先考虑安置我妈的问题，那么现在呢，恐怕还不是结婚的时候。”高宇觉得徐峥考虑的呀有道理，就和徐峥商量，说给徐峥的母亲呢一笔钱，然后用于养老，真真。 我拿出一笔钱给咱妈养老，虽然数目不多，但是好歹是我的一片心。那么老人家呢，这样就可以在老家也安享晚年了。你看行吗？徐真呢，被高宇的诚心呢感动的是热泪盈眶，当场呢就答应了高宇的求婚。得到了徐真的首肯，高宇激动坏了，他恨不得马上就拉着徐真去登记结婚，入洞房。 可徐真却总是愁眉不展，高宇以为他是为了筹备婚礼的一堆琐事而烦恼，就尽量不让他操心，独自筹备婚礼。不料这天，徐真还是一见他就大哭起来。只听徐真说：“说我们老家呀，结婚规矩特别多，这个聘礼啊，这个婚礼的首饰啊，还有给亲戚的见面礼，各种喜钱一样都不能少。再说了。” 我和我妈孤儿寡母，这些年也没少受别人的气。我结婚的话，可不能太寒酸，我得风风光光的，让那些人以后不敢再斜眼看我们。跟我妈好好的出口气。高宇呢一听，哦，原来就为了这个呀！他马上答应了，说：“真真，你放心，咱们呢不可能让别人看扁了，我一定让让你们娘俩风风光光的。你觉得？” 咱再准备多少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？徐真说：“这怎么也得三十万吧。”三十万，高于听有点犯愁，说：“之前给咱妈二十万，现在呢办婚礼花这么多钱，我积蓄也没那么多了，再筹三十万，这个真不是开玩笑的。”徐真呢，异常温柔体贴地说：“说我知道你手边也没那么多钱，这样。” 你也可以先借点反正呢，这些钱基本呢就走个过场，到时候咱们收彩礼呀、啊，收各种各样的喜钱呐，不就又回来了吗？等婚礼结束之后，我再把钱给你，你再去还上。哎，高宇一听觉得有道理，这是个法子，于是呢就回家，先找父母借钱。高宇的父母呢，终究拗不过他，一想啊，儿子从小到大。 都很争气，也很少给自己提什么要求。如果因为提了这么一次要求，自己反对而让儿子感到寒心，耽误了儿子终身的幸福，那自己不会感觉后悔一辈子吗？于是呢，二老啊就给高宇凑了三十万。那么高宇呢，痛痛快快把这笔钱收到之后，扭头就给了徐真。 这眼看两个人婚期将近，徐峥说说自己啊想在婚礼前，带着闺蜜啊一块儿去泰国玩一圈那么就当举行个告别单身的仪式。这高宇一听，这哪有不答应的？徐峥走之后，前两天还经常和高宇联系，那么两个人呢在电话当中毫无亲热，可是从第三天开始，高宇呢就联系不上徐峥了，电话呢。 始终关机，无论如何打不通。高宇心中啊有种不祥的预感。高宇的母亲说呀：“你别担心这个徐峥了，我看他八成啊就是个骗子。此时此刻不知道在哪儿逍遥快活呢，拿着你的钱，干什么不行啊？”高宇打断了母亲的话，说：“徐峥才不是这样的人。”高宇的母亲呢是气不打一处来，你说你这么聪明一个人。 怎么到这个时候就糊涂了呢？到现在居然看不透这件事的本质，前前后后你搭进去多少？他徐峥给你付出过什么？听了母亲的话，高宇来到派出所报案。根据他提供的线索，办案民警很快找到了消失的徐峥。原来他根本没有去过泰国，而是一直躲在本市。那么他又为什么要躲着高宇呢？ 徐峥呢是一个犯罪团伙的核心成员，那么所谓他的这些亲戚呢、母亲呢，都是他的同伙。受害者的价值啊，一旦被榨干，他立即就销声匿迹。那么受害者呢，既被骗钱又被骗感情，那么在达到目的之后，这些骗人者毫不犹豫立即消失，作案手段如出一辙。 审判过程当中，徐峥呢对他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，但是他辩解说道：“说有一部分钱和彩礼呀、啊、不是自己骗的，而是呢男人们自愿给的，尤其在本案当中，那高玉完全是自己拿过来的，所以说呢不应该认为是自己的犯罪所得。那么他的这个说法能不能成立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，诈骗数额的认定。” 诈骗罪的基本构造啊，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，然后呢，被害人产生一个错误的认识，被害人基于这个错误的认识去处分财产，行为人取得财产，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最终损失。具体到本案，高宇赠送钱财和礼物是基于徐真的诈骗行为而产生了错误的认识。 他把徐峥当成女友，才会冒失自愿的赠送礼物给他。那么这是徐峥诈骗的结果，不应该从诈骗金额当中予以扣除。最终呢，徐峥因涉嫌多起诈骗，涉案金额达到了一百二十万元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，同时并处罚金三十五万元。高宇看着昔日心中的女神锒铛入狱。 在想着自己陷入恋爱狂热之后的荒唐行为，心里啊五味杂陈。其实啊，徐峥的骗术也称不上多高明，他呢只是利用了高宇对恋爱的狂热和急于结婚的心理。尽管高宇年轻优秀，但是当他被假象蒙蔽双眼的时候，也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上当了。 生活当中遇人不淑的后果不仅限于钱财上的损失，还有可能导致血光之灾。我们来看下一个更为令人发醒的案例：女孩跟人闹纠纷，男子挺身而出为她解围后，赢得女孩芳心。二人恋情遭女孩家反对，女孩却一意孤行结了婚。 婚后丈夫露出邪恶本性，最终女孩将会为自己的叛逆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？闪婚遇骗子，法律讲堂正在播出。二零一八年的国庆节，大田村呐、啊、是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，这村里有名的一枝花田婉儿。 今天出嫁，这田婉儿啊，不仅人长得漂亮，并且呢性格非常开朗，和村里的男女老少啊相处的都很融洽。这不，她要嫁人了，全村的人都过来了，帮忙的帮忙，道喜的道喜，好不热闹。可是，主角田婉儿此时正坐在自己的房间，默默的掉眼泪。这田婉儿的母亲呢，在一旁也是唉声叹气。 屋里的愁云惨淡和外面的欢快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这发生了什么事儿，让这对母女俩在这大好的日子里如此的忧愁？这个事情还要从田婉儿的恋爱说起。一次呢，田婉儿和母亲上邻村去赶集，结果呢，买的东西啊缺斤少两，他们呢就和菜贩子理论，正在争执的时候。 一个小伙子挺身而出，替田婉儿母女主持正义。这个小伙儿啊，叫赵刚，长得是浓眉大眼，身材高大。因为这一次呢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田婉儿呢对他非常有好感，而赵刚呢对这个漂亮的小女孩也是一见钟情，开始对田婉儿展开了火热的追求，三天两头提着瓜果礼盒往家里跑。 一张巧嘴呢，时常也是逗着田婉儿异常的开心。就在两个人即将坠入爱河的时候，哥哥田浩却兜头给田婉儿泼了一盆冷水，说：“我看赵刚这小子华而不实，光会耍嘴皮子，天天往家里跑，也没见干啥，也没个正经工作。我看你啊，趁早和他断了来往。” 热恋中的田娃啊，哪听得去哥哥这个话，当场就反驳道：“他有手有脚，还怕找不到工作？这还用你操心？”田浩呢，感觉十分的无奈，但是呢，又拿这个任性的妹妹没什么办法，于是呢，就开始暗中打听赵刚的人品。这一打听啊，才发现赵刚在邻村呐、啊，就是个游手好闲的小青年。 仗着家里有点钱，包了村里的果林。就开始不务正业，而且呢还和邻村的几个姑娘啊不清不楚、不明不白。他呢，直接就找到了赵刚。对赵刚说：“你立即和我妹妹分手。”结果呢，两个人谈的呀是不欢而散。而田浩呢，没有想到的是，赵刚扭头。 就把这个事儿啊告诉了田婉儿，田婉儿一听啊，气得和田浩啊是大吵一架。他说：“你凭什么干涉我的事儿？你就是我哥，你还真把自己当长辈了？”田浩呢，此时苦口婆心的说：“我是为你好，我当你哥，我还会害你啊？用不着你对我好，我自己的事儿，我自己做主。”田婉儿狠心的说道。 跟哥哥闹得不欢而散，并没有影响田婉儿和赵刚的感情，两人如胶似漆了三个月之后，赵刚就向田婉儿求婚了。田婉儿把这个消息带回家后，果然又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哥哥摔了杯子，砸了椅子，却都没能阻止妹妹的婚事。田婉儿的幸福日子啊，刚过上没两天，她就开始发愁了。 这恋爱的激情褪去了，生活呢被柴米油盐所占据。赵刚游手好闲的毛病啊又犯了，田婉儿啊根本就受不了他。他指着赵刚大喊：“说你呢，要么出去给我找个工作，要么呢就帮着家里去照看一下果林。”赵刚呢嘴上应付可以等着，但是呢实际上没有任何的行动。 田婉儿说的多了，赵刚还显得非常的不耐烦，根本呢就不理他了。有一次呢，赵刚实在是忍受不了田婉儿的唠叨了，随手抄起一个坐垫儿，向田婉儿的脸上就扔过去。虽然没有砸到人，田婉儿呢却感到啊再也不能接受赵刚动不动就对他动手这个毛病了，气的呢马上。 拿着东西就砸向赵刚，然后呢上前又咬又踢，赵刚呢毕竟是男人，力气又大，一把呢就把田婉儿推翻在地。此时此刻啊，田婉儿躺在那儿啊，大声嚎啕，然后呢慢慢起来，跑回了娘家。田浩看到这情况，他知道啊，准是赵刚干的，他气得马上就要上去去找赵刚算账。 而田婉儿呢，却拦住了他。那么田婉儿在家住了两天，这个赵刚呢，灰溜溜的上门了，表示歉意，并且呢，做出保证：我以后呢，再也不动手了。我这两天呢，一直在找工作，而且呢，已经有眉目了。田婉儿听这个话，心呢，顿时软了。她呢，也不顾哥哥田浩的阻拦，哎，就跟着赵刚回家了。 这天呢，田婉儿正在果林里忙活，就听见村里有几个大姐在暗暗议论：“那个赵刚啊，真是本性难移，恶性不改。结婚前就乱来，结婚之后呢，一点儿都没好。这么漂亮的媳妇儿啊，也管不了他，照样去找事儿。”田婉儿听了这话呀，如遭雷击，当时呢就冲回家去和赵刚对质。 说你干什么了？而赵刚呢却不承认，你这是听谁说的？我可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你没做，别人还会冤枉你吗？我真的是瞎了眼，当初啊我不听我哥的，看上你这么个玩意儿，我现在啊真是后悔。田婉儿的话戳中了赵刚的心，赵刚顿时暴跳如雷，跟他扭打起来。 田婉儿毕竟是一个弱女子，怎么打得过赵刚？很快就带着一身伤痕回了娘家。哥哥要去找赵刚理论，却被母亲拦了下来。谁知不久之后，赵刚竟然理直气壮地找上门来。时间一晃啊，就过了半个多月。赵刚的日子啊过得非常潦倒，这饭也没人做，家也没人收拾，而田婉儿呢，竟然也没有回来的一丁点儿的意思。 他越想越气，喝了不少酒之后，决定去田婉儿娘家把她给硬拽回来。这刚走到大田村口，就看到田浩和田婉儿摆着摊儿啊，在卖西瓜。天气炎热，田婉儿呢捧着清凉的西瓜，边吃边和田浩聊天有说有笑的。而赵刚呢，却被火热的太阳啊晒得是汗流浃背，气喘如牛。 这鲜明的对比啊，刺激着赵刚的神经，他顿时失去了理智，上前呢，一把就把田娃手里的西瓜打掉。你在这享受，让我在外边受苦，你究竟是想干什么？田娃当时一下就愣了，停了有几秒钟，反应过来，指责赵刚，破口大骂，然后两个人呢就爆发了激烈的冲突，突然之间。 赵刚呢，从西瓜摊上抽起一把水果刀，向着田婉儿就刺了过去。正在拉架的田浩啊，是大惊失色呀、啊，他来不及多想，眼疾手快地抄起旁边一把铁锹，照着赵刚就抡了下去。只听见“嗷”的一声惨叫，赵刚呢倒在了血泊之中。最终呢，赵刚呢由于失血过多，经抢救无效死亡了。 这桩杀人案在淳朴平静的小村庄啊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赵家的人不依不饶，天天上门向田家呀、啊、要讨所谓的公道。田婉儿和母亲呢，整天闭门不出，以泪洗面。田婉儿哭得几次昏厥过去。当初如果自己听从哥哥的意见，不被赵庚的花言巧语所蒙蔽，还会发生这起悲剧吗？但是呢。 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，唯独没有后悔药。很快，田浩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提起了公诉。田浩的辩护律师认为，他是为了保护妹妹不被赵刚伤害，才会失手将赵刚打死，他的行为应该属于特殊防卫，而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。那么，什么是特殊防卫呢？特殊防卫是。 特殊正当防卫的简称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，为了使国家、公共利益、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、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，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，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，属于正当防卫，不负刑事责任。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，造成重大损害的， 应当负刑事责任，但是呢，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。对正在进行行凶、杀人、抢劫、强奸、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，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，不属于防卫过当，不负刑事责任。司法实践当中，认定正当防卫成立啊，需要同时具备。 五项条件：第一，防卫起因，不法侵害现实存在；二，防卫时间，不法侵害正在进行；三，防卫对象，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；四，防卫意图，出于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，有防卫的认识和意志；五，防卫限度，尚未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，造成重大的损害。 特殊正当防卫啊，是指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、抢劫、强奸、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所实施的防卫行为。和一般的正当防卫相比，特殊正当防卫针对的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不法行为，因此不要求防卫限度。即使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伤残或死亡。 也不负刑事责任。那么结合本案来看，赵刚当时已经抽出了尖刀要刺向田婉儿，那么这个后果足以导致人死亡，田婉儿的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。而此时田浩的行为拿起铁锹要去制止这个行为，他使得田婉儿的人身安全可以免受正在进行的暴力侵害，因此呢。 成立正当防卫，认定没有问题。那么最终呢？法院判决田浩成立正当防卫，不负刑事责任。虽然田浩最终免于牢狱之灾了，但是这场祸端终究是造成了巨大的影响。田浩带着田婉儿和母亲呢，离开了大田村。 虽然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，但是一条人命给他们此后的生活也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阴影。这两个案例啊，我们都讲完了。第一个案子是高宇识人不明，遇到了手段狠毒的蛇蝎美人，钱财呢被骗个精光。第二个案子呢，田婉儿遇人不淑，找了个好吃懒做、性情暴躁的男人。 最终呢，酿成了惨案。那么这两个人沉迷于对方光鲜亮丽的外表和甜言蜜语之中，丧失了最起码的理智和警惕，结果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。这也提醒广大的青年朋友，婚姻呢，毕竟是一辈子的大事是需要经营的。如果盲目的择偶，可能会让自己坠入深渊。好。 观众朋友们，咱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节目再见。十五岁少年从小娇生惯养，自导自演绑架案骗父亲钱，父亲大发雷霆，少年保证改过自新，不料遇到真绑架。 父亲急忙交了赎金，可儿子却被撕票。绑匪究竟是谁？遭绑架的儿子谁害的？法律讲堂下期播出。